整齐划一的常住众是部门，秉持着这一份佛陀的本怀，一步一脚印的透过玉里镇，让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里都能够透过佛光加披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在玉长公路透过安通西桥能够安全通达无碍，一路回归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在人类的每一处每一个当下都能够如此的清净，待无国界。